デーブ、デーブのような心情有点小紧张，我第一次在国打比赛嘛，现在有点累，有点身体有点乏，最喜欢想吃点炸鸡，没千万，我就早就想跟明天晚打了，一直拖到现在，现在我有发挥的机会，要通通挂断跟他打，明天晚我要来收拾你来了。在韩国我收拾你，他结婚了啊，我祝福他，怎么说呢，就是祝你新婚快乐，先比完赛再说，保密，这个先保密，比完赛所有的事都可以说，我想重新打的有是有，我是不能说，现在是保密，想跟我打的你们来无所谓，反正在我擂台对面站着，我就收拾你。想，导致很正很，这是我的一个失误吧，跟上回跟崔文万打比赛，我到现在都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想，那场比赛怎么输的？好想跟他再来一场。啊，粉丝们大家好，我来了啊，恭喜我来韩国旅行，我来了。